今年动作频频的 Konami 又发表新作品了，公开了不少旗下最知名的卡牌游戏《游戏王》的系列新作。其中的重头戏《游戏王 Master Duel》是以实体卡牌版的《游戏王 OCG》和 PCG 为基础，针对线上对战所打造的跨平台作品。《游戏王 Master Duel》是《游戏王》史上第一款支援 4K 解析度的作品，有更鲜明直觉的卡片和界面设计，以及更多豪华的演出。影片中也看到了青眼混沌 Max 龙以及零百召唤和连锁等系统，相信绝对能够让玩家享受到更华丽的决斗人生。另外，游戏也会纳入官方大赛 UKIO World Championship， 成为比赛的项目之一。想要参加这场比赛的决斗者，不妨赶快订阅电玩风频道，期待后续报道吧。